真的鼓起勇气重新做选择，这奇妙时刻就要开始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舒米，今天来教大家跳舞会舞苏兰部落的阿美族的。阿美族语讲古拉古，就是男生跳的，手持长矛，我现在都拿雨伞，然后右手摆动，然后脚就是踏步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咯，左脚右脚，左脚右脚，可以哦。那样手持长矛，然后拿伞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右手摆动。好，这个就是基本动作了。接下来是最难的最后一步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要跳起来。哦，喷口水了，对不起啊，那段要紧接跳耶、yeah ，就是这样，会了吧？有没有？很厉害哦。然后持续的往前，人生就是要往前，懂吗？耶！哈哈。